对，故意晒黑的。你不觉得黑很好看吗？想听是吧，小刘？行，给你放一个。爱只是，爱只是一个字，梁乔伟。我操，这酒店不行。我自己带了，我自己带的音响，我没有联系爱同学。对，那是小刘的声音。那我不会唱歌哈，我不会唱歌。小刘是烟嗓，不是，这是工作酒店不能太好。那个，那得加钱。唱是不可能唱了啊！不要想了，听听可以。保时捷车队，我来到头，不，我拒绝，不可能，就俩而已，不可能，不要。没有，没人。我们了解为你唱啊，都是这首歌，我才刚放。这歌多好听呢、啊。大晚上的我搞啥话听呢？对，是你爸的歌单。这歌还没我人老呢，我人才老。听这个，今天心情还可以，因为工作了一整天嘛。不想再吹造型了呗，我吹给谁看啊，对吧？
不然的话今天也不会见面，你们这样看帅哥不给我们说，加上现在没有帅哥了、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加上现在没有帅哥，因为我走了。有没有道理？还得是老徐啊、还得是老徐啊。对，你还欣赏谁大早晨来叫你，能叫你小叶的应该也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吧。你觉得你自己帅吗？比起你而言可能差了不是一丁半点吧。全玉号啊，知道啊，都行。气虚，我刚说完我阳了，然后我说这阳了以后这个气短真的会有影响，马上就有人说那个啥来着，气虚是吧。命运把我裹着你一片，结果有你消失的那样在摇动。哎呀，小刘，我这会儿就是给我个侄女。对，小刘，我这会儿没有办法登抖音，抖音在直播，但这只手机应该可以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哈，看小刘给我分享了什么。对，我这个心肺功能其实真的是挺难受的，我换件舒服一点的衣服，等我一下。我有没有带背心啊？有。不是心肺不好，是阳了以后这个心肺下降了很多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像狗，没有像鱼。而且你回到房间就是能活活的，对，我也发现了。多么可笑的心事，只剩我还
记住你的样子，想也记住谁的拥抱，阳光的温暖，我要温暖你的样子，想也忘了海的味道，放下所有已经双开门了，已经双开门了，现在是你最你们不觉得我脸瘦了吗？你们不觉得我脸瘦了吗？我没有开瘦脸哦。对吧，你们不觉得我脸瘦了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小六停车，到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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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好，行，车停好了哈，就停这，就停这哈，小六停了停了停了哈，小六停车了哈。对吧，哎呀，倒车，来来停停，来倒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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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停停停，我没办法退了，我没办法退了。就是你们会发现哈，就是我的脸，我从来没有打过什么瘦脸针，也没有打过什么怎么瘦胳膊，那没办法，我瘦不下来，我没办法瘦胳膊。我还好，我本人不会瘦。给你们看一下我身材吧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手臂的肌肉。要对着镜子看，你们才看得清。